带着表演传递开始。Stop struggling. Stop struggling and you were brought the demon here. 前面没必要。Why not accept your destiny? Okay, destiny. Okay, no problem, no problem. Easy.最后最关键，前面说一大堆没用的。你把最后一句，我觉得最后一句能突出角色。Important, important. I'm the master of my destiny. Okay, okay. 对，这句很重要。Hello. Hi. So stop struggling. Stop what? Struggling. 宝哥，他们在说什么？我都干脆不听懂的。太复杂了，搞得。Stop struggling and. Stop struggling. And demon, and you wear demons. And you wear demons. Demons, demon, demon. You know the demon? Demon. Maybe demon, maybe demon. I don't even know. So. Diamond, 钻石啊。Stop struggling. Stop struggling. Thumbs up. Stop struggling.最重要的一句没抢回去。Stop struggling. Sorry. In the demon. 太难了，我天哪！英语课。这是个英语课呀。And when you born. When you born. In the demon. In the demon. Diamond. Diamond. Demon. Demon. Diamond. Demon. Diamond. You have diamond. You have diamond. Maybe.I don't know. Oh my god. Stop struggling. What? Stop struggling. Stop struggling. In the demon. In the demo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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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mond.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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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mond. Yeah. 快点吧，关门，关门。有多少信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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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小松再给你演一遍？好，小松再给你来一遍。我最重要的一句吧。好。I'm the master of my destiny. 我的命，我命我，是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是吗？对啊，角色是哪吒吧？哎，中间都传成钻石了，你说花花怎么猜得出来？是不是啊？这个不能给分，但是表演还可以，表演还可以。来，本轮混合组啊，英红姐、小英姐，你们两个人是最后抢答，因为你们是两个队啊。好，给。请戴上耳机。啊。啊，这个其实挺好演的感觉。是吗？你别大话说前头，我跟你说。来，传递开始。两个字。困了。撑一下，这么吓人，体重超标。哇，胖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健身。哇，减肥。哇，厉害！好，嘿，面壁思过，偷着睡觉。嘿，两个字。起床，发现了一个我鞋呢。我鞋。可不能再解说啊，涛姐。我假牙套呢。哎呀，好跑步！哎呀，健身！哎呀，涛姐嘴上好多碎词儿啊！快说吧。对，快说出来。快说出来了，碎词儿特别多。你都要思索思索吗，哥？俩字儿。
哎，困。两个字，对，早上起来看自己胖了，然后一看，运动减肥，俩字儿，变美，健身，瘦了，赢了，答案是可以抢答的，可以抢答的，两个字，两个字。减肥，回答正确。最后那个，然后这个成功。啊，对对，一瘦高兴了。对，瘦了成功了。那个，我们恭喜英红姐帮队伍拿到一分。欢迎俊佳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Hello, 大家，大家好，我是中国香港演员洪俊佳，好开心来到王牌对王牌。其实我日日看的，我的广东话和我的普通话这么好呢，东北话嘎嘎的。对，其实是第一刻做客我们节目，是对不对？什么样的感受？就是反应得要非常的快，非常快。就我自问都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来到这。显得我聪明的孩子可能也不是孩子了，有这么高的孩子吗？那说回来，今天我们有个主题啊，就是跟传统文化和国宝有关，对不对？对。对于这样一个主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我觉得特别好。这么多的文物，如果在我们自己国家，是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对吧？有一个叫《女士箴图》，对，这些英国人呢，他试图去修复它，但是又不得其法，终于找了一位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女修复师去好好认真对待我们这幅国宝，那这种故事呢，我听到是觉得很唏嘘，对吧？我们这样的国家的瑰宝，我们的文化的传承，我觉得录这一期节目给到更多年轻的群体，除了说王牌对王牌那种轻松愉快，更多其实这个利益我觉得是非常好。是的，点出了我们的这个题啊，落叶归根嘛。是落叶归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些小考验，看图识字，辨别给出的象形文字是哪个现代汉字，两分钟内全部答对即为挑战成功。好好好，这么玩是吧？如果不能完成任务的话呢，会有一个小挑战，小惩罚等着你啊。好，来，接下来计时开始。牛，对，对吧？下一个兔子，哦，赛里翁，该啦。这个很简单嘛，骨嘛，对吧？这个有点难，其实。品，不对啊，品是上面，就是品啊。对，哎，我发现甲骨文是品，先倒过来啊。对。这个其实这如果倒过来是庙，庙宇那个庙，是不是？我没有拿反，我确定。给点提示呗，这个是有点难。右边可能是代表一种 power， 一种力量。这是啥呀？这个？咱俩都是他。哦，男。哦，是这样啊。然后我们要是要男生干活的，现在是一个例子，对，有力量感。哎，这个有点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变化？对，这也是个大人。人的形状是对的，它可能是一种动作，跑、奔、跳，比跑可能慢一点。走，时间已经到了，没关系，我们把它猜完。应该是今天成绩最好的嘉宾了。我，这个，三个人啊，一个大人，两个小孩，哦，是吗？抱，重吗？加吗？哦，重，哦，对吧？加，加。一个大人嘛，就是家里人嘛。对对对，这个字。傻瓜，就是我们自己在那升华半天，结果是夹住的。那他确实也是夹住他了。对，是夹。这个是什么？什么？这什么？脸吗？两只脸。有提示吗？啊，商，商朝那商对吧？马是什么？是人决定的。你是我最勇敢的儿子。是我最勇敢的儿子。这是王用的被子。对，王用的被子。这是什么？这个蛮难的，是一种状态，是。你远一点看。
看到一只鸡，熟了。你看那个鸡，然后那个看到一只鸡，头大，烫，哎，有点接近了。热，滚，滚蛋！哇，你就是半个小时前的我自己。温呐，温呐，温。Anyway， 这个最后一个，哎呦，感觉猜不中，有点对不起智商。这个是一个动词还是？这是一个名词。头发，头发，脸，你往上看，举头三尺有神明。灯啊，这个是灯啊，古代有灯，星星，古代哪有灯啊，太难了，很有意思的甲骨文啊，是好。所以你的惩罚是你要把上面的这三个字用一句话合乎逻辑的说出来。哎呦喂，航海无聊，无聊沈腾，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开始。沈腾老师去航海，感觉很无聊，想起一句话叫“青春没有售价，我在海里不上不下”。很会，真的很会，多无聊，真的很会。那我们好。那今天有一些想说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这一期节目的利益我特别的喜欢，包括我们刚刚认这些象形文字。是的，我们作为中国人，自以为对自己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就连这些象形文字我们认的都不那么全。其实这个人文的东西它并没有那么无聊，看历史也好，看文物也罢，就是看故事。故事永远都没有变，变的只是时代，人也没有变，所以我希望大家更多去关注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谢谢大家。好，再次感谢君君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好，谢谢你。好，下次见。好，下次见。我们精彩的聊天和小游戏是不是还没有看够？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